日，张雨绮在一段视频中聊起女明星，在看到自己八卦时的反应，金句不断。看到自己的八卦新闻之后的心情，首先我觉得当然是不高兴的，为什么呢？是人都会不高兴的，要不你就看不见这些新闻，你看到了有谁会开心呀？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的热心人，他很爱把这些文章发给你，有的呢是好意提醒你，有的人大概就是想看看你看到这个被骂之后的反应是什么。当然小姐姐我呢一律都会假装不在意，但是内心我会觉得关你什么事儿，一会儿说你胖了呀，一会儿说你难看呀，一会儿说你不招谁谁谁喜欢呀，其实你爱喜欢不喜欢，讲真的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在意，哪有全世界都喜欢的人呀，那我就是这样呀，我这样的人不是也有很多人支持我吗？但是你们这些公众号故弄玄虚作假，然后去攻击别人，那也要面对我们的反击了，就不要以为女明星都是不反击，女明星不反击有时候其实是不想捧红的。我不吐槽你们骂我，我就吐槽你们的文笔选图排版。当然你们吐槽我们能赚钱，那我吐槽你们我赚不到钱，但是我开心了。